果然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请问，如果我回来的时候没有桃子的出现，我们会在一起吗？ 您好，欢迎光临。您好，桃子在吗？桃子在呢，这边请。店长，哎，有人找你。好，你把车弄好。您好，还记得我吗？高健。 没想到我会这么跑过来吧？谢谢啊。我想跟你好好谈一些事情，咱们能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吗？就这说吧。来，坐吧。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这周末我的个人画展就要在美术馆举办了，希望你能出席。你要办个人画展了？这是邀请函。哎呀，说实话，我真是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成功了。我也没想到。 2个多月前，我那满屋子的画儿，还半年一年的没人去看。可今天，每一张都能卖到200多万。恭喜你啊！你恭喜我。我。
太高兴了，这比我卖出多少幅画去都开心。哦，今天我来，一是邀请你参加我的画展，二也是最重要的，我是来感谢你。你感谢我？感谢你那个时候一直不接我的电话。 你知道吗？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，但同时也是我创作灵感极度爆发的日子。所以，桃子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是你成就了我。 你给了我今天，你让我有了今天这么大的成绩，真是这样。我说的完全是心里话，真的。这个你还记得吧？记得记得，不是你刚才一进来我就看见了。这个，我们俩当时共同完成的作品，是我最得意的作品。 他们曾经出很高很高的价钱想买，我没卖，这个是我重新做的一个，一模一样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想让我们的创作继续下去，一直到永远，共同创作，共同生活。你能给我这个机会吗，桃子？我结婚了。 结婚了，嗯，结婚了。高姐，你没事吧？你。 幸运的人是谁吗？ 谆谆教诲之下，由于我们家杨桃左跟我来劲，右跟我来劲，于是我就让他阳光普照，春暖花开了。哎呀！ 算是知道，你当时为什么一直不接我电话了。两个臭老爷们儿那吹牛皮的，你也当真呢？啊？不是高姐，你不用这么遗憾。我跟你说实话，咱俩不合适，所以无论你再怎么成功，对于我来说，你都不会是那个对的人。 他就是，好吧，哎呀，是。
这事难了啊！事已至此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老子，你现在幸福吗？嗯，你别看他，你就回答我，你幸福吗？我很幸福。你真的幸福？真的，真的。 在这里衷心地祝福你们二位永远幸福了。我想跟您说的就是，在您经受住今天这样高强度的刺激之后，您未来的艺术创作。 定会更攀高峰。行，果然，果然，你果然给我又上了一课。不客气，共勉，共勉，桃子。 给你点面子，就是给你点面子而已，这意味我原谅你了。你干嘛？宝贝儿，你不许老婆，你给我松手先，松手。你刚才说跟我在一块儿特幸福，我特别感动。我觉得我能娶你为妻，我感到特幸福，真的。嘿，没完没了了！不是你，还来劲？我告诉你，你别再招我生气了。如果广美。 就现在人已经英国了，从此之后这个人不会再踏上中国的土地，他已经彻底被咱俩这伟大爱情给击败了，彻底被臣服了。不是，这广美怎么这样啊？是不是太狠心了？不是你，你什么意思？就这么给你抛弃了？不，他是不是不知道咱俩要离婚了呀？ 不是你得跟他说呀，你要说了，他准不走了。那咱俩什么时候要离？你没跟他说呀？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说的呀？妈，啊？我去，我妈，您不是跟李叔闹别扭了吧？您干嘛不自己去？行行行行，不问不问啊。嗯，果然不在。妈，我在呢。喂，妈。 哎，我刚刚都听见了，您放心啊，我这就跟陶总我们俩就去看李叔去，您一切放心啊。哎，好嘞，妈，哎，拜拜。哎，请进。叔，今天中午您吃炸的饭吗？绿色食品界。什么好吃的？看看吧，厨房刚做的，挺新鲜的。啊。
那妍的心还是有的，对，心还是有的。你说，您吃哪个？随便，那妍来点吧。好。哎，请进。哎，李叔。沈秘书。好点没呀？啊，你们来了。哎，就你们，你妈怎么没来？我妈有点事儿，我妈让我买着饭给您送过来，我妈特意给您做的西红柿鸡蛋。炝锅鸡蛋面皮汤。哎，其实啊，我不大爱吃西红柿，就这个芹菜炒什么的，都挺好的。不是李叔，我妈特意给您做的，她说啊，您现在刚恢复，就得吃好消化的，您不能吃那些什么太油腻，特意给您做的。嗯，您尝尝。来来，您尝尝尝尝。不是您反正也没有汤，是不是？您就当喝汤了。把这米饭泡在汤里边，不都一块吃了吗？来来来来吧，李叔，来。哎呦，真香！哼，说这李叔也挺逗的，挺大一岁数一人嘛，哎，赌气，就嫌妈没来看呢，是吧？耍小孩脾气，也挺逗的，这么吃那么吃。别赌气了，行吗？回家吧，行吗？回家吧。你干嘛呀？回什么家呀？回哪家？谁给你有家呀？不是你等会儿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跟谁没家？你再说一句，你再说一句。哎，你别，你干嘛呀？你让我走。求你回家吧。我跟你说，这都停电，都停水了。我好几天我都摸着黑在，我好几天我都没喝水。不是你天天在家都干嘛呢？能停水停电的？这那电卡水好像找不着了。不就在那电视机柜底下？那你怎么就找不着啊？哪电视机柜子底下那抽屉里头你就找不着？这找了，我都翻出来了，就也没看见呀。那么笨呢？那笨了。你承认你特笨是吗？我承认我特笨，你回去给我找去成吗？走吧走吧。哎，你等会儿。怎么了？我那手机呢？手机刚才不还拿着呢吗？是啊，我是不是落李叔那病房了？那你等会儿我给你拿去。你给我看一眼啊。等会儿我啊。哎。嗯啊，怎么你找我？啊，我想出去转一转呢。护士是高低不答应，说是非要有一个亲属陪着不可。你看这是。哦，人家也是好意。这样吧，一会儿我就陪你到外边转转。医院那花园挺好的。花园我都转了几百遍，都转烂了都。我呀。想去看看素梅去，她怎么说不见就再没影了，真别扭了。哦，那你这你问问桃子不是行了吗？你这种事儿你从她那能问出什么来呀、啊？你不想想？那你就打个电话呗，没必要亲自去跑一趟。打了，一开始她也接了，一听我的声，别，掐了，再怎么打也不接。其实啊，他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，怕别人笑话，怕别人说闲话。可大侠都善意的，你说是吧？他善意的，他也是闲话呀。你说你去一趟，那闲话就没了吗？不是该说还得说吗？这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啊。那就再不见面了，那不更别扭吗？哎呀，我给你分析啊，嗯。你现在是不是见不着他面儿，你心里头就别扭，就抓耳挠腮的，就五鸡子六兽的，没招没落，是不是？你要真话要假话？当然要真话了。这个老家伙，你看没看没有？我跟你说，你这一愣，我就全明白了，知道？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嗯嗯，这就叫做爱。你我跟你说，你别不好意思，这就叫爱。哎，我干脆你把这关系给挑明了，对吧？闲话也没了，你呢也舒服了。真的，其实啊，你的那些话呀，
我真是好好的琢磨了一下，琢磨着我都好几夜都失眠，通宵达旦。可琢磨来琢磨去啊，这个事儿还是有点太唐突。素梅这个人，这个脾气你知道啊，那一句话把我怼回来，尴尬不尴尬？那有什么？咱们得了爷们儿啊。你干什么呀？去呀！哎呦，没说让你现在就去啊！你出了院子再去也不晚呢。哎呦，你说你这个人呢，这么大岁数了，怎么遇见这事跟毛头小伙子似的，坐不住分呢？你这个人也是，一把火把别人给烧起来，完了紧跟着一盆凉水，你是想做人呢你啊？啊，气可鼓不可泄。那是啊。那行，那你趁热打铁，你去吧，我就。我陪你啊！哎，你干嘛去？我回去。你回去我怎么办？没有你在边上忽悠，我不是挺摆了我？你忽悠起来，我才能冲动，要不我没冲动啊！我跟你说，这冲动可不是好事啊！冲动是魔鬼，分对谁。对别人不是好事，对我冲动还就是个好事。我这一生就欠的是冲动。那好，来，你就当一回魔鬼。啊，那是赵壮。两位爷爷好。爷爷称呼有误，最多大爷嘛。今儿最好是叔。哦，叔叔好。哎呀，想买什么花呀？随便看，瞎看。啊。哎，这个怎么样？又粉又嫩。这叫康乃馨，母亲节送妈的。辈分不对。对。这个皇帝不都讲究这个色儿吗？多尊贵啊！就它了。什么就它了？嗯，你看清楚点儿，这是菊花，这清明节上坟用的。哎，大叔大叔，真是我的大叔大叔。嗯，这个大大方方的倒可以考虑。哎，这叫什么花的？这是百合花，一般就是送给朋友，有祝福的意思。哦，你看，就是他。什么又就是他了？嗯，不是你弄清楚你要送谁，对吧？指向性得清楚，要一针见血。嗯，对，得见血。那送朋友，李万鹏那儿去。嗯，这得包什么？哎，就是这里边包的是什么呀？这也是红玫瑰。嗯。我跟你说，就这情人节的时候，嗯，我看那小青年一人手里举一个，就这玩意儿。哎，这行，那就会问清楚。行，别，就行。姑娘，哎，您好，这是玫瑰是吧？是红玫瑰。这个是不是送给情人的？可以送给情人啊、女朋友啊、老婆呀、啊，都行。求婚时候能不能送？求婚可以用，现在年轻人都用这个求婚。掏钱吧。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？帮帮忙！帮什么忙了？这是你自己的事儿，你自己能……哎哎哎！我帮什么？你去！那个什么，这是给儿子买的，儿子送朋友，我就给他买。这个关系你搞清楚。什么什么呀？别听他胡说八道啊！就是给情人买的，老情人。进去吧，我可不是你吗？不，你进去还我进去？快去！哎呀，哎，看着表，一会儿5分钟，我要不下来，立马窜上去啊！不是你不下来，我窜上去干嘛呀？你不上去，你不得等着亮场啊？不是，我跟你说这样啊，嗯，过了5分钟，你要是不下来，我就撤，好不好？你撤，你等这个事儿黄是吧？你撤，那你也不能叫我老在这儿等着呀、啊！你看看，走开，你看，啊，开车，哎，大子，嗯，哎呀，老李啊，嗯，成败可就在此一举了。嗯，
你说，不是你至于吓成这样吧？不是这样啊，嗯，我送你一条呢，伟人说的话，啊，嗯嗯，就是要想获得爱情，胆儿就得大。完了，完了，这哪个伟人？郭长山？那还没正经呢，什么时候呢？是是，不是这。你就是一个伟大的伟人说的话，你甭管谁说的嘛，对不对？你就明白这意思就行了。要勇敢，要胆儿大，快快快，去去去去！哎呀，我告诉你，真别走啊！我求你了，这点出息。到一分钟怎么就出来了？不在家。哎，哦，你这等等等着吧。哎，你帮我拿得了，拿着我拿它干什么呀？是不是做贼心虚了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这小区你没人认识你，知道吧？顶多呢把你当成这个花店送外卖的，你这大大方方的啊。说的，哪有人外卖西装革履的？你得长得你就像送外卖的，不像谈情说爱的。你下，哼！哎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哎呀，啊，这一边呢？行行，我先躲起来了，我先不露面了，快快去，快去！哥，我买东西忘买了一样，那个我得那个。哎，妹子，妹子，妹子，你等等，等等，妹子。你看我还没出院，跑不动了。那什么呀，这是送给你的。啊，太破费了，李大哥。不是破费，我是认真的。我向你求婚，妹子。妹子，妹子，妹。是不是他没说接受，也没说不接受，就什么都没说，是不是？那不就等于不接受吗？别勉强了，回医院。我跟你说，这就对了。你别指望，你拿一束鲜花来上人家求婚来，人家就得扔下手里的菜花，接过你的鲜花，跟你夫妻双双把家还。
哪儿那么容易啊？真那么容易，哪还有那么多可歌可泣那爱情故事啊？那至少他给点暗示吧。而且以后啊，不能再勉强了，再勉强下去啊，就不好见面了。就别别别，哎，别，附近哪有厕所啊？憋死我了。等着，哎，嗯，是不是吓的？是不是吓的？这前列腺好着呢，从来没这个情况啊！这是怎么了？这我跟你说，小区这您哪找厕所去？我说您要是去，你只能到人家家里。哎，嗯，我跟你说，嗯，你就以这为借口去敲他们家门去，肯定该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天意，这包尿就是天意。我说你一定尿到他们家马桶里去，听没有？快去快去，肯定成。嗯，快，拿着快去吧。那。去吧，你快去，快去！慢点儿。哎呦，什么叫爱情啊？爱情就是把一老头折腾的找不着北。谁呀？我李大哥。对不起，妹子，那局我能不能你在卫生间去一下？去吧。好，谢谢，真是一下轻松了许多。那个什么，妹子，李大哥。哎，李大哥呀，啊，你真是不应该提这件事儿，真的，这太让人不好意思了。李大哥，我知道您人特别好，对桃子、对我、对我们全家都好，但是。这事儿可不是那么简单的，所以李大哥，那个花儿我收下了，对不起啊，这不合适。那个要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不留您了。哎，妹子，您回去吧。Thank you.
这送给他，干嘛？这是我呀，这不干嘛？不是，这就是给你的。这也太奇怪了，这个。不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这我买的，这送给你拿。哎呀，我不拿，你不拿，你这是该放哪儿你放哪儿去吧啊！我不，没劲，我发现你人真没劲。是我没劲还是你有毛病啊？行行行，您别说了。哎呀，挺好的兴致，全让你给破坏了。什么兴致啊？你还别跟我说兴致这事儿。认识几十年了，我认识你，你从来就没给我买过花，今天突然给我买了啊！哟，还是玫瑰花，这日子不当不正的，你抽什么风啊你啊？我抽了怎么了？ 我偶尔抽这么一次不行吗？不行，那你怎么地吧？你说怎么地啊？啊，你还有什么横你？说吧。说什么？说你想说的事儿啊。没什么想说的。你给我买什么花啊？啊？ 你肯定是心中有鬼，说吧，我听着。我哪儿跟哪儿啊？你这又扯到哪儿去了？这事儿明摆着不正常。哎，你说你啊，从外边回家来捧棵大白菜，那是你；哎，你从外边回来捧束花来，那不是你心中有鬼是什么呢？啊，你肯定是在外边做了什么啊对不起我的事儿了，觉着心中有愧，想买束花来哄哄我，啊？ 我跟着你那么多年了，我还不了解你呀！哎哎哎，你爱要不要？你不要拉倒，我扔了，就当我没买，好不好？急什么呀？你心里没鬼，你急什么？啊？你花着钱买花，你就这么扔了？谁信呢？我撑的，我吃饱了撑的，没事干了，我非给你买花干什么呀？一点情趣都没有。说实话了。 我是没情绪，哎，谁有情绪你找谁去，我告诉你，我还不拦着。你在外边受什么刺激了你啊？哎呀，行了，越说越没边了。是我受刺激了。对，我是受老李刺激了。老李买了一束花，去向亲家母求婚去了。我一看花挺好，挺浪漫，我就买了一束。怎么了？哎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那么快？你说的这是真的假的？ 什么真的假的？有你什么事儿？哎呦呵，这亲家母还真够风流的了哎！什么呀？怎么就他就风流了？是老李买的花去送给他的，怎么他又风流了呢？你说他不风流，那老李会想起来买束花去求婚，他有那么时尚吗？他，我发现你这人就是有病，原来说人家寡妇。 那心里扭曲，现在人家想成个家了，你又说人家风流，两头堵，你还让人家活不活了？哎，你说说，答应没有啊？不知道。喂。 老李啊，啊，老五在，哎，老五，等会儿啊，哎，他来了来了啊，哎，哎，老李啊，怎么着？